哎，聊天室变了啦，你们都变了啦，男人都是这样的啦。以前对我就是各种，对啊啊，可惜啊，各种爱护，久了之后就对啊，眼睛里面容不下一点沙子啊，一点点操作失误就、哦，你怎么那么丑？你怎么退步那么多？哎，原来是渣男啊，被我抓到了。对，我是秃头。The bald man yelling， 你干嘛？母亲的住所。OK， 技能感觉又没啥用。啊，甩不过去，这刀甩的真的是够丑。你也会有报应，不是？最近事情就很多。他是不是在踩我的钩子啊？还好我有看到。猫猫安安，猫猫老师最近很忙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两次都没甩成功、欸？哎，又还是又被改了什么东西吗？为什么两下都甩不出来？因为你没带红配，红配的问题吗？我是说像以前那样子的拐弯甩不出来、欸。我九月要去上海玩了。哦，毛毛老师要出门度假吗 ？X 跟 Pro 差很多吗？因为我自己是只有用过 Pro， 我不知道 X 的体验是怎么样，这好像没办法给你什么意见。我自己是只有试用过 Pro，V2 Pro 而已。满血嘞，怎么会？听到这边有一只凤鸣，在我现在看的这个方向。没错，我出门度假，酒店机票已经弄好，酒店机票已经弄好，现在才，哎。你是自己去吗？还是跟家里的人去旅游？这边还有另外一只，那个墙壁上的小鱼，在这一块里面。我先踢个发电机啊！憨包症，哪来的憨包症啊？有认识的朋友会来找你，这样不错啊。适当的出国休息绝对是好的。努力工作赚钱，就是为了要让自己过得快乐啊。所以适当的放松绝对是好的。
看他的血迹倒射就算了。不贵。听他在楼下。喂喂喂喂喂！我在这边砍了，你还在修机？完了，这刀没挥到，中了柜子。我本来是想往左甩的。啊，这里有窗户，好高！哦，我说的是你，糟糕咯。这应该先爆另外一只。就去去你这个盘。我刚想骗我下楼，还好我 没下去。好砍吧，帮我赚点分数也好。光明眼。我好像只有歇斯底里比较有用，其他三个技能好像没什么用处。因为他们有两个ping好高哦，从头到尾都是红格。我觉得你的酷魔砍不到你，确实，哪有你强？多少ping？奇怪，他们六十聘怎么会是红格？那个凤敏只有六十聘，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是红格。我看到人往小屋跑去。红的是我，没有啊，你看他们的名字后面有一格小小的红色的格子，长条格。完了，又甩又没甩好。我今天枯魔真的已经不知道甩第几次失败了，好丑啊。你看那个凤敏的名字右边有一条红色的格子，这个代表他的要么当下现在拼不好，要么在掉红包。两个其应该是就是网络不好的时候会有的那个图案。五秒按一次一 A 一，和大家很糟。你说的应该是 tap 吧？打 low 的时候，很多 ADC 的那个小拇指会一直去压 tap， 我也会，而且我改不掉那个习惯。就我有意识过想要改掉，可是我改不掉，就是我还是会一直去按。你爸，感谢谢谢66个月。A 技能模式是永久吗？没有，只是延期了而已。就是可能玩的人太多了，然后官方觉得这模式出乎意料的受大家喜爱，所以又延期了，这样延期了一个多礼拜吧，我记得。还敢站起来啊？专点外挂。他刚刚还想飞，还好我把他拽下来。他刚刚差点飞起来，完了！他作弊，他作弊。
会您隆重。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，你知道吗？合理开挂，你最好的朋友，今天给你的机票。现在加入，每个月只要77块纽币，立刻订阅 TK 货，TK 点 EX 一，不必再用法令看综艺，你也能是滴滴滴炸鱼高手。TK 点 EX 一。生法落法纯属自然生理现象，秃头不在本产品保护范围，使用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